Hello， 老北极们，今天和我一起户外手冲吧。有请我户外必备磨豆机，带着它真的太方便了，超级小小，只有巴掌大，折叠设计真的太棒了。手柄组装很简单，盖上盖子就组装好了。今天喝萨卡岛的岛主系列，看这个风味我已经馋很久了，豆子品质也是很不错，能闻到果香味，一时针拧紧后顺时针转40格，开始磨豆了。磨起来不费力，15克很快就磨完了，开始手冲了。户外也能喝冰手冲，真是幸福。这个冰大师保温箱真是赞，冰砖卡槽设计，带着冰块一点都没用化。来一勺冰块，放入咖啡粉，开始手冲。此时三倍速播放，一边冲一边闻到浓浓的咖啡香，豆子超级新鲜，这颜色也是很好看。倒一杯尝尝，酸苦很平衡，果香真的很浓，是我喜欢的味道。大咖岛岛主很棒。小冰箱里我还带了饮料和冰淇淋，户外冰淇淋也自由了。真的很喜欢在户外慢慢喝咖，享受这慢生活。